喂，大家好啊，欢迎到通知张 Transform and Life 嘅频道啦。咁啊，嚟到鸭脷洲西村咧，咁啊，讲下一条好旧好旧嘅传统线，80年代初起嘅呢条线开办嘅就系90号，由鸭脷洲西村去中环。咁啊，呢一条线咧就喺，其实咧前身系90M 嚟嘅，90M。咁啊，开办嘅时候咧，就以前因为冇香港仔隧道咧。他就想做灣仔那邊的生意，咁咧就行咗南豐道咁邊就走嘅。後來去到82年香港仔隧道通車咧，咁就直情行咗香港仔隧道，咁就飛咗啦。咁啊呢條線就之後喺1987、88啦嚇，即係嗰啲80年代尾啦，咁啊改咗編號變90號，咁啊變咗90號，咁就落中環。咁就呢一條線咧。就是跟91就成為了一條就是行西面的薄扶林線，另外一條就是行香穗的。那些人經常覺得90號呢就正常來說呢應該是快過91的，那的確是的，有少些路行嘛，是不是？那也不行西營盤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呢有時都是那句啦，當香港仔隧道不塞車的時候就可以這麼說的。 OK， 那我們今天呢就看一看一條，當一條是香港仔隧道唔塞車嘅情況下，呢一條嘅傳統線，呢條嘅傳統嘅所謂南居去中環嘅線，咁啊點樣去吸納一啲灣仔甚至乎係中環嘅客咧？我哋就今晚睇睇。我相信咧，而家呢個反方向咧，應該係勁少嘅。而家25分鐘一班，我相信應該係勁少客嘅。而家呢個時候啊，13個人啊，而家嚇，咁我哋8:50會開車，咁啊13個人，睇下會破咗紀錄嚇，14個人，咁啊睇下會睇下一個香港仔隧道正常唔塞車嘅情況下，咧有幾多人啊？而家14個，咁咧呢條線咧就最大個爭議位咧就係咧當年590取消啦，即其實都係舊年發生嘅事嚟嘅啫嚇。590取消咗之後咧，呢條線咧就唔知道有咩理由咧就死肯都唔肯拉落去行啊嗰、那個叫咩啊？行啊海怡喎，行啊海怡喎，唔肯喎嚇嚇，即係唔知咩鬼理由啦嚇。咁啊話會加車啊，或者話會甩班啊，又或者會延。或者會個班次好疏啊，其實而家都好疏啫，咩分別啫？咪又係25分鐘，即係我唔明白，我唔明25變30分鐘嗰個意義會有會可以又點咧？其實笠落去可以都係加多5分鐘嘅時候，加多5分鐘，你咪最多咪30分鐘一班咯，30分鐘一班咪仲好等過25分鐘，25分鐘呢啲咁嘅爛鬼班次嚟嘅，呢啲係即係幾鬼惡等，要喺度背書咁喺度記。咁我睇唔到咩理由喎，其實我都係睇唔到有啲咩理由。即係你當你95C，你又可以咁樣，你又可以擺喺鴨脷洲村，但你又會兜一兜可以嘅時候，我睇唔到有個咩理由啊？點解90做唔到啊？即係我睇唔到90點解做唔到咧嚇？即係會甩班，咁甩班啊，架架車都甩㗎啦嚇！你入得香港仔隧道嘅架架車唔甩嘅咩嚇？第二個位嚇、啊，第二個位就係、是。延長服務，延長嗰個行車嗰個里數或者時段，跟住咧就要加車咁樣，咁你咪拉疏啲班次咯。而家都冇，都唔係好，而家都唔係好密啫，係咪？而家都唔係密到嗰五分鐘啦，係咪啊？唔係5分鐘一班嗰啲 friend 啫，係咪啊？即係我睇唔到有啲咩位，14個人啦而家嚇，咁我睇唔到有啲咩位，有咩位係。不可以拉入去嚇，即係我覺得最，我諗我推斷最大可能就係同個錢有關嘅啫。呢架車本身都好平係嘛，呢架車本身都係啲平車嚟噶嘛。以前咧就590係啲貴車嚟噶嘛，係啲貴仔車嚟噶嘛。咁唔拉入去，咁啊最大嘅原因咪就係、是、平咯，係咪啊？平咁咪又上多一個客，咪蝕多一個客，係咪？食多一個咩？又難取消又成，咁啊呢個咪最。啊、最技術性的理由咯，對巴士嚟講嚇，咁 一路都冇人上喎嚇，咁、可能就已經凍咗落去噶啦，已經咁就已經抌咗落去啦，14個人嚇、啊。其實當年南港島線咧最需要咧兩線合併咧就係590到90嘅，咁啊嚇、我又唔知道有啲咩理由話唔成人之美啦嚇、啊，
真係呢啲我諗唔到啦，咁啊已經抌咗落去啦，得嗰十四個人，哇小巴嚟喎呢架，喂成架小巴嚟喎呢架嚇，25分鐘一班車啊，我諗真係落灣仔又好有動機嘅，落中環就係咁先咯，真係落中環真係咁先咯，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處境嚇。點解而家91嗰啲巴士路線咧要向另外一邊嘅一個數字咁奇怪嘅？向咗個 screen 嘅左手邊嘅啊，我覺得好奇怪喎嚇。好啦，嚟到黃廠啦嚇，黃竹坑廠啦。好啦，咁咧就。哇，咁鬼死快啊！我諗睇嚟今次呢架車應該半個鐘應該都可以攏到落去中環嘅，應該保證30分鐘都去到嘅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30分鐘都係慢過地鐵噶。咁啊，好啦，開始去到黃竹坑段啦。睇下夜晚靜嘤嘤到咧，靜嘤嘤到咧，真係，通常出城都係揸癲噶啦，調翻轉噶嘛，只不過係無論出城又好，入翻嚟都好，個客量都跌得咁，都跌咗好多噶啦，呢啲線嚇。咁啊，應該下一站就應該邊啊？黃竹坑噶咯，已經嚇咁快，啊快喎，真係阿陰尖記都過埋咯嚇！哇，係直情係，哇係我好似似嘅搭緊架的士咁嘅 feel 喎，冇人上落嘅喎嚇，一站冇人上落，呢啲乜鬼路線嚟嘅咧？哇，跟住咯，咁啊，香港仔隧道廣場咯，啊，終於有人落啦，唉，真係開心啦！即係第一個站有停嘅位啦嚇，有停嘅位啦嚇。仲以為啊新巴啊，仲以為啊城巴司機揸住架的士喺度行添啊，真係揸住架慢版的士咧，即係限速嗰啲咧，限速版的士嚟喺度揸緊。哇！99號28分鐘一班車，哇！幾時玩到咁厲害啊？咁烈啊！哇！喺隔離有靚車喎，落一個人，隔離嗰架靚車走咗添，隔離嗰架大食鬼走咗添。好啦，立得你啦，已經。搭咗幾多分鐘啊？哇，係犀利喎，6分鐘啫喎，搭咗。
咁啊，時間係8:59，咁啊，搭咗9分鐘車，咁就嚟到灣仔啊，真係破曬記錄啦嚇！應該嚇，巴士公司值得高興，只不過冇人。又要貪心，又要壓多一條線喺度行，轉一條線又唔得嘅喎。屌，夾到個頭咁咁出，有乜鬼用咩？好啦，咁就冇人上落啦，咁就下一站就應該係北海啊，應該係嘛？北海中心嗰度係嘛？依家90號啊，都係夜晚呢啲時間，唉，得個10多人，即係小巴都載得曬，可能小巴一格多啲啦，20多嘅咋應該，20多嘅咋真係，即係同一架小巴冇分別嘅喎，真係載得曬嘅喎，即係小巴係可以 cover 到嘅喎，真係，你話咁點玩咧？上兩個16，咁啊落咗5人，咁啊去軒尼斯道觀立中。官立小學嚇，搭咗13分鐘車嚇。
咁啊落咗三個人，冇人上，咁啊都係16个人。滑雪都落咗成半人噶咯喎。咁啊，修頓嚇。咁啊，落咗三個人，咁啊都落咗，都差唔多11个人噶咯，都落咗11个人噶咯，剩翻嗰5个人，11个人，14个人，剩翻3个，咪真系咩？即系呢架车系湾仔线嚟，呢架车系湾仔线嚟喎，有2个喺湾仔度上，咁啊14。系啦，14都落咗11个咯。咁哇，即系呢条系湾仔线嚟嘅啫。咁啊，而家搭咗17分钟。如果考量好低嘅咧，例如75啊呢啲嘅朋友咧，雖然我心裏面有壞主意，好多時都係灣仔都已經 goodbye 咯，啲客量已經啊，其實會諗過灣仔做循環線啊，即係喺頭先嗰個電車路嗰度循環線咁啊，落翻落去包龍小街嗰度就算數，跟住兜就咁循環線咁啊走路啊，即係啲包括90號又好，啊97又好。75都好，呢三條線其實係咪彎到循環線都得咧？啊！如果循環線係慳到一格嘅，應該都仲可以慳到一格車。我諗到計喎。咁啊，落多一個人，仲可以慳到一格車喎。個個都仲應該慳到一架車喎，咁樣入去又一個來回都已經6、12啦，係咪啊？仲可能諗到計慳到一架車喎，跟住再全部定點30咁樣，慳唔慳到一架車啊？咁樣唔知啊，因為真係我真係覺得好似呢啲咁樣，即係空空地載喎，嚟到金鐘之後都空載㗎咯。即係尤其是啲夜晚啊，真係我諗係咪分享啲夜晚時段，真係哇！12號仲要派架咁鬼死長嘅車啊，
長長地喎，雖然都短短地嘅，但係又真係太個咁耶嘅車嚟，太個咁耶嘅車嚟行西摩道真係。睇下咁耶嘅車牌行西摩道，架車會唔會誒？不過一兩次就算啦，唉。嗱，而家都20分鐘咯，嚇，20分鐘啊，先嚟到中環，咁搭地鐵都贏曬啦，搭地鐵都贏咗好多噶咯。港島線一通車就係對西村、對東村都個打擊好大嚇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鴨脷洲滅亡記嚟嘅，應該係啊，仲有個黃竹坑啊，唔好忘記啊！啊，簡直係三個大重災區嚟嘅，即係重災到咧，完全係即係開平線都冇用，開咁平嘅其實好平嘅啫喎，已經個收費咁平都冇用。考慮一下呢啲線，有冇考慮一下喺個第一啦嚇，海怡半島有冇兜咁樣考慮個兜翻入去啦？第二個位就係會唔會喺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灣仔做循環點啦嚇、啊？大家有冇考慮一下呢樣嘢啦？咁啊，呢個生活篇都係問呢啲問題噶啦。呢啲咁嘅線咧，其實有冇考慮一下其實真係唔好做中環，即係非凡嘅時間唔好做中環金鐘啦，好嘛？即係其實真係。好尷尬啊！睇住啲客量上面，好啦，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嚟呢度啦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咁啊，搭到幾點啊？哦，9:14，哇！真係犀利喎，24分鐘就已經捐到落嚟咯喎，真係，我諗25分鐘都得啦，真係呢架車25分鐘應該就捐到落嚟啦，真係犀利。好啦，我哋今集講到嚟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